因为刚有人想要偷我们东西，然后还有人就是要假装一直跟我们打招呼，所以他觉得很累，一直这样到南部基地，我就瘦五公斤吧。你在搭配这个脸吗？我们20岁时交往过一次，10个月后就分手。30岁时我们又相遇、复合、结婚。关心我们结婚喽。学姐，你不要装矜持，你都交过多少男朋友了？现在跟我说，我要打那个家暴专线。因为刚刚有人想要偷我们东西了，还有人就是要假装一直跟我们打招呼，所以他觉得很累，一直这样到南部基地，我就瘦五公斤吧。你在搭配这个脸吗？丧尸。